怎么会喜欢上一个女婿？那你就得乖乖留在我身边了。因为只要有你的那一家，就是幸福。哎，怎么样？好不好吃？好吃啊！你看，我就跟你说吧，出去外面看电影还要花车钱买那个票，这戏院的爆米花有够贵，你知不知道？小小的一包就要大概一。沈欣然，你不要这么解好不好？我们第一次约会，不要什么都讲到钱嘛。我觉得啊，现在气氛这么好，我们应该完全投入在电影里面，这样我们之后才可以一起。我不是故意的，秦子琪。你可不可以也不要那么急啊？真的是很爱碎碎念，真的很想把你留下。哎，第一次约会，你能不能不要像？把关系还不成立，因为这是你情我愿的对价关系。我刚才说的一切都是真心的，但你还是要赔偿我的精神伤害。梁国成，我要向你求偿，赔偿的是。在我身边一辈子。你真的决定回去美国了？我当然还是要去啊。这研讨会只有一天的时间。反正三天后我就会回来，我早就原谅你了。我本来打算从美国回来，就跟你找一个时间聊一聊，没想到你这么主动，那我也只好接受了。所以，没有去美国工作的事情，那单程机票呢？啊，那是给小林的，他去美国工作，我不确定什么时候会回来，所以我请 Gary 帮他订一张单程票。你今天早就原谅我了。你干嘛给我离婚证书？因为我们第一次结婚的时候是我强迫的，但我们却很没感觉，所以我希望你可以重新考虑，所以就把选择权利交给你。但这不代表我不想跟你在一起啊，我只要你心甘情愿留在我身边。你就不怕我在前面？还好，因为签离婚证书的时候。需要两个证人在场证明，就算你签了，只要我不承认，法官就会宣判无效。你才是真正预谋犯案的高手。怎么会喜欢上一个女婿？那你就得乖乖留在我身边了。想要回家看我们的可爱的绑架犯，你呢？你下去哪一站？其实呢，不管到哪里都可以，因为只要有你的那一家，就是幸福。秦子琪，你干嘛？这样你以后上班分心就有理由了。谢谢你这么替我着想哦。我也有，正不正？正。哎。嗯。你试着轻轻看那张照片。
看看会不会有心电感应。唬谁啊？快点试试看嘛。奇怪，那你怎么不试？有没有？有什么？哎呦，你先试试看嘛。怎么了？有 feel。什么 feel？